I like Bonezuel. Where shall I find this thing? Yes, master.其实刚才你们都没问，为什么我二英雄打了那么久？ 啊，居然这个问题居然没人问的，刚才那种战术是吧？是用的很少的，知道吗？当你劣势局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去发三英雄，你发了三英雄，你会把你打不过人家。刚才我们发三英雄的一个原因呢，是想把钱留下来，爆毁灭，因为他那一波白牛嘛，其实优帝打有白牛的那种局的时候，是有机会从一个很大的劣势方打成一个优势方的。 所以我就孤注一掷，是吧？漂一波毁灭起来跟他打，结果呢，漂毁灭的时候他没跟我打，还好我抓住了另外一个机会，就直接一个 NC 连击把他给扑死了。好，这个图的话要防着点，夜来练归命地的，防归命地是这种方法的。 就第一个狗就直接往外面跑，第二个狗也直接过来。如果看到对方的 BR 不从这个位置的话，就可以回去了狗。虽然这样是缺点木头，但是呢，你的一个收益很高。一旦看到了对方是归命地的话，抓到了他就直接要死了。说这是看脸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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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 BR？ 好吧，没有。好，我这个属于亏了一大波。<笑>你妹啊！你打个一、啊、都不知道 BR 在归命地那儿，要是猴哥的话就直接造了。哎，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这人哦，吕烈开的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这个是上次我打那个娱乐赛把我给搞死的，那个好像是 KOG 那个。哦，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了。我这次已经会玩了，上次轻敌输了一把。 有些时候是需要是吧，讲经验的。我突然想起了，你看 KOG 是吧？突然想起他是谁了。别调皮，别调皮。大概说了别调皮。哎呀，没味道。可惜了。 哼，你防得了里边，你防总防不了两边。哎，这里有个精灵的，嘿嘿嘿，杀了两个精灵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要给你们演绎一把标准打这一种。 开局的，哇，你这是要干死我呀！哎，你还真是想干死我？你是因为附体了吧？因为 KOG 想杀英雄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在打 1v1， 不是在打 2v2， 而这次我是有所防范了。 不会像上次那么二了，直接被推了。上次就玩了一个恐惧魔手法，结果被吊起来360度旋转吊打。我这把稳稳的转蜘蛛，我要用最稳的打法来打。 绝对不投机。反正女猎手的核心打法就是不让你出门的，他不能出门，那我就配合他，我也不出门。我双脚一跪，是吧 ？KOG， 请收下我的膝盖。 哎，人不见了呀！这不是一个好的信息呀、啊。
他人不见了肯定要想什么，对吧？比较坏的事情。哦，看到了，哈，把库平帝国偷了呀，啊，你也是可以的，你也是可以的呀。My patience has ended. Yeah. By Ner'zhul. Upgrade complete. I am done. 我等会儿家里又是一堆弩车，然后一波推过来，我就 say goodbye 了。但那是上次的剧本，这次变了。然后哥哥我也是有智商的。这是赶紧吧。有的时候有句话叫“论智商的重要性”。你看我这挂机没谁了，挂机挂的凶的不行我。挂机技术哪家强？看看 TED TV， 就没有比我更能挂机的 UD 了。我得先确定他的位置，然后才能出去的。确定不了他的位置的话，这 KOG 还是有点虚。你看，他都拿缠绕来怼我了，你要知道他肯定是酝酿着一些阴谋。那魔兽这个游戏是要不停的侦查的，他越是要打断你侦查的一个脚步，你越是要去看他要干嘛。好，弩车来了。他又上次那一把一模一样的战士，后面是大量的弩车。不过哥告诉你，哥是有球了，现在这就是一个战术不能用两把的原因。大招固然很厉害，但有的只能用一把，两把你是根本用不出来的。所以像职业选手就会不停的去吸取一些所谓大招的一些经验，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以后不会死在一个大招的一个手里。哦，我这里再求一个吻，这种求吻方法是没谁比我屌的。他又孤注一掷，然后等会儿要打我一波，一波搬得下来就搬，搬不下来就黑。哎，怎么还不来呀？你这进攻节奏不来，我都不习惯呢。我哥就等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他别告诉他还在憋，我看到哦，白虎，啊，就这一波，就是很强势的一波。我发现跟上次的剧本是一模一样，他就没有改动过。上次我也是记得天亮的时候，然后就一波弩车带我走。投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你会行军路很慢，行军的那个速度特别慢，
啊，我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调整一下阵型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投射多是多，很屌，输出很高。但我一会儿 一波毁灭偷后排，我让他这个投射是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看投射输出是特别夸张的，打英雄也夸张。他现在是三个 BR， 然后他要转个 ACA 的。不给你时间了，不给你时间，直接一波 A 死。这次就不像上一次了，我这是主动求战的。主动求战，我跟你说，管你是谁。就偷你车子，我啥都不偷，行吧？你看我都配合你，你这个战术就是属于成型了可能会很厉害，但我就打你没成型，我就打你不成型的时候，我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没了吧车子，你的输出点没了吧？输出点没了就再见了。啊，也那个教了一下大家怎么打这个战术，啊，这个暗夜等级挺高，还比我高。这个战术很厉害的，一不小心要输，我上次输给过他的。上次因为我是有点乱打，然后加上没注意，然后就黑了。上次是。我好，我又不看足球的，你们让我评价国足，我又怎么那么说？国足是一群很努力的选手，就这样，很努力。哎，不过有一个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，真的假的呀？还是个 GW。好 ，GW 我玩点偷招了。这个人估计还是什么？我估计他还是刚才那个什么 QG 的战术，玩偷的了，玩偷的了。哎，现在我们要解放双手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，TED 牌的广播体操。先把你的双手伸出来，这么咔哒咔哒咔哒，然后再是这么嘎哒嘎哒嘎哒，然后跟你们聊聊天儿，是吧？吹吹牛，然后等着木头到了210就可以升基地了。这个战术的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赌对方是 HT 开局的，一旦他是 HT 开局的话，你打他的一个优势就很大。但是呢也怕一个，知道怕什么？怕窝囊手法一来猛练级的，你遇到那个的话就输一半了，所以这个是有点赌的。其实魔兽嘛，打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战术博弈，而我现在是选择了博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很无聊的一个时间段，我们来谈谈国足吧，是吧？国足作为中国很有名也是很出色，然后是代代相传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来说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它就是相对于当今的撸啊撸，知道为什么那么比喻吗？因为它的一个环境是特别特别好。然后呢反观我们的一个乒乓球，对吧？乒乓球也算是对吧，就是中国独大，然后世界是属于不温不火的一个项目，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实力不足的项目，它总是世界上特别火，我是那么评价的。然后你要说国足吧，我是觉得国足的那些选手呢，都还是挺努力的。你不能说人家不努力吧，人家好歹也真的也是
看一下训练什么还挺刻苦的，但是呢大环境是这个样子啊，你就比如说你拿全世界的人跑什么步跟博尔特比，你跑不过人家有啥办法吗？懂我意思没？有些是天生的体质或者是天赋导致的。你想中国那么多年就出了一个刘翔，出了一个李娜，应该那么说吧，我大多数还是讲天赋的。我大家看国足呢就抱着一颗娱乐的心态去看，不要去黑人家也不要去夸人家，就只是这样。哎呀我你大爷的，你怎么就来了呀哥，你妹呀，怎么还是个经典，我要炸了呀。哎好悲呀这个，我跟你说我这个战术只要不打经典都特别屌，打经典跟死了一样，这打经典真的跟死了一样。行了我这个不能让你杀了，杀了我三个农民可以了。我这是来了一个失传已久的双墓地爆农民，有没有那个废物，就你屌不屌。哎，不过我也无所谓的，像我这个战术死农民也是在意料之中的。这个战术呢适用于在那个什么 MV 这种大地图上用， MV 大地图上就是人家英雄刚到你家门口砍了估计一两刀二本就好了，二本好了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兵塔，然后你就不会被怕杀农民了。这个地图真的是点位，我想着 GW 就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都跟我没啥关系，唯独今年有点关系。行啦，你有本事打我呀，跳起来打我呀，啊你屌，你屌都不行，哥可是有天鬼的小履历，哥看不上你，走全部走开。哇这就是属于玩战术的，就知道他怎么打，你针对着打，这就像当年我知道 Sky 怎么打魔兽一样，就针对他打就很轻松了。你看现在的话就被我弄得出不了门了是吧，据说你是 HT 开，论一个开局的一个重要性，最主要是他现在还出他那个练级也练不了，我天鬼抓他 HT 数量多了他也是难受。哎，我就去这种商店什么的抓抓他，抓着抓着他要崩，对吧？抓着抓着他都要崩，毕竟这玩意儿是吧。好看我来补刀，神补刀啪漂亮一个刀。天鬼这东西很讨厌的，看着啪两个刀，哎不慌不慌不慌，调整一下啪两个刀，好可以，看我这个配音是不是神配音。好我说烧着烧着他就很难打了，不知不觉把他的井水给耗了。嘿嘿坏了吧，不出门了吧，知道外面的路还是很凶险的吧。哎说女恋遇到天鬼那只能是我选择挂机，哎呦还会秀啊，只可惜中间是个蓝拳，要是血拳就完美了，要是个血拳的话我估计还没那么多事儿。是时候来一发 DK 了，啊 ，DK 不能一直在公交车里面站着呀，好歹也得出来露个脸，毕竟那是 UD 的头头啊。哎呦，命那么大！
有点大。你家里靠这一点的一个 AC 来守肯定是不现实的。好，现在就一轮骑射一个。哎呦喂，好慢点，现在急的是他，咱们是完全不急的。好，又出白虎。我就好奇一件事儿，等会得怎么来攻我。这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。哎呀，别跑别跑。天鬼这东西就是防止精灵各种跑，逮到一个杀一个。哎呦，哈，还专门来了一个小蝙蝠 ，hold 不住了呀！你 QG 顶出去练了三级。哎妈，你一个人去打我妈一对天鬼，你也不要命了。完了，惹到大哥了我。我他妈怎么惹到他了？不要这样，大哥，这东西我也不想惹，太厉害了。科技回来了三级的，还带了一个群补。我觉得还是要转蜘蛛啊。说实话，这个不转蜘蛛还有点难打，还得出个力气。好，去看一下。好，狗狗才没有换过位置，这位置是属于危险区域了。就知道你要来了。买买，你等我有一个那个，我再跟你打。我有个力气慢慢跟你耗就行。光靠 ACA 这么跟我耗，有点不实际呀、啊。建筑摆不下来，我现在是。哎，你别说哈，还是有点厉害啊。我你妹的 ，A 不下来，你还信？行了行了，你顶多把我外围建筑给 A 完，你要顶多 A 我外围建筑，哥有球了，随便跟你玩的。你这个像打 UDN 战一样，骷髅加这个就够手了。
AC 毕竟还是不能做一个进攻的一个单位区，他防守挺厉害的，进攻就真太弱了。哥，你要干嘛？你要跟我强撸吗？哪里走远了呀？你跟我强撸啊，撸穿你！瞧不起我！没了吧？好，现在我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。上次位置为什么用天地鬼术？上次用天地鬼是因为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力气跟 DK 在，而导致惨败了一局。现在就属于想怎么练怎么练，好重天地狗打，哎呦，你还真把我撸穿了。不用啊，这个打法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是，没东西去打骷髅，骷髅特别屌，骷髅太厉害了，骷髅打这个 AC 太屌了，是不是想起了当年什么三元打尤迪？一波就给他吃没了，没了。哦，这次 GG 都不打了。故意还有点郁闷，我这套打法打其他UD不是应该还不错的？那碰到我每次战术不得劲儿。战术王克，我跟你说 AC 是不能操作的，知道吧？ AC 操作是有问题的。他主要是那个啥，他的战术一来是我知道，这他就没法打了呀。你说跟职业选手打，你还没开始打战术你就已经暴露了，这就没办法的。 AC 不能拉好吗？ AC 你敢拉你就等于没输出，根本不敢拉的。 AC 为什么厉害？就是因为他战中输出厉害。为什么不能拉？因为 AC 的碰撞体积是跟火枪一样大，这个你们知道吗？ AC 的碰撞体积是特别特别大的。AC 是屌，但是你要看具体情况。我看了多少名了，我都没看。Let me see。好，我71，我不信。阿贵是没更新。我胜率那么夸张，你们知道我胜率多少吗？我胜率42胜8负，其实也不高。我用 UD 的胜率 83%， 不过 83% 里面有三把是被点穴了，所以说应该是 90% 多。对的，我一共就打了多少场，一共就打了50场。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那300要没北挺靴的话，应该要过90的僧侣的。